非常幸运，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可以得到这个 Fan Choice 的一个奖项，然后也想在这里说，这个奖项属于所有全世界各地的粉丝们，支持我们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。然后，在这个特别的期间，也希望大家注意卫生，注意健康，然后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口罩哦。谢谢你们。